嘉宾女士们、先生们，大家早上好！周瑞格老师2023年温哥华作品展即将拉开帷幕，我是今天的主持人Annie。现在请允许我代表展览会筹委组对大家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首先，请允许我介绍今天开幕式的嘉宾。 Very well organized. Thank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